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拉尼尔奋战三局爆冷逆转胜，是一期晋级决赛。首局开局是一期6优势打了一波11-9进入半场，半场后是一期再打了一波10-8，也是1-17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换拉尼尔略微优势也是11-9进入半场，半场后拉尼尔逐渐拉开比分差距，打了一波10-7，也是1-16扳回局。第三局开局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10平后，拉尼尔也是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拉尼尔接着打了一波10-8，也是1-18拿下比赛。